第一层先放入两大颗薄瓣的艾文芒果，紧接着淋上生乳奶黄酱，最后再将爆亮的芒果肉堆叠在蛋糕上，这就是让人每一口都能尝到满满幸福滋味的芒果长条蛋糕。那它是我们季节限定商品，那它主要是用使用艾热维鲜奶油，法国就是比较严选的品牌。那里面呢是用产地直选的那个，是在屏东的艾文芒果，那产地直送，新鲜制作。那这个是它的特色，是里面是有用两颗新鲜的芒果，那做成了整个蛋糕体，那上面还有新鲜的艾文芒果块，所以这个非常适合大家一起使用。这款今年新推出的金黄芒果堡，则是以淡淡蜂蜜香气的汉堡面包，包覆法国鲜奶油及艾文芒果块，希望带给消费者不同的感受。它呢的整个面包体是有淡淡的蜂蜜味，那上面的那个芒果也是用艾文芒果块去做，那整体吃起来不会太腻，也不会太甜，所以它是在夏季非常清爽的一个小甜点。还有卷入整颗新鲜芒果的芒果生乳卷，更是饕客必抢的人气商品。迎接芒果盛产季节的到来，这家基隆知名的连锁烘焙坊推出了五款季节限定的芒果商品。特别是店家所使用的芒果都是南部产地直送，不仅百分百新鲜，香气与甜度更胜所谓的罐头芒果。我们都是选用南部的，那现在是主要是以屏东为主的艾文芒果，那再晚一点的话主要是台南，那我们都是主要新鲜从那边直送到我们工厂制作，那每个蛋糕都有用到新鲜的艾文芒果，那都是大分量主要用到两颗，那这个芒果卷主要是用到一颗。因为疫情的关系，许多人都只能待在家里，烘焙坊希望芒果季的限定商品能让您在家品尝充满夏天的甜蜜幸福滋味，用美味疗愈身心，不再感到孤单。记者张其腾，记者报道。